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很多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向他人解释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试图让别人了解真实的自己，这其实是无效的。你要知道，每个人的认知和观点都是不同的，你无法做到让所有人喜欢你、接受你，所以我们没必要过于在意外界的看法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就好。记住，做好自己，随便他人。只有真正爱你的人，才愿意花时间走进你，了解你。把有限的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吧，停止向别人解释自己，让自己的生活更轻松，更自在。